大火快炒意大利面，各种配料在锅中不断翻转，厨师们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各式料理。因为还不到中午用餐时间，店内就已经座无虚席，店门口还有长长的排队人龙，准备饱餐一顿。好吃好吃，你来第几年？今年来第二年。来到面屋里品尝美味意大利面餐点的，清一色都是年长者。面屋老板谢先生今天虽然开店做生意，但是统统不收钱，招待士林北投的独居长辈与弱势家庭免费用餐，温暖他们的胃。我们谢老板却提供了这么好的美食，让大家共同来享用。这是我们在这里要跟谢老板再一次的感谢。那当然，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好朋友，到了岁末，我们更需要有一份暖冬送到每个人的身上。四个里120位。120位一些长辈来店里用餐，对，那这个活动我们持续了，今年是第四年，连续举办多年的寒冬送暖弱势活动。主办的面屋老板谢先生，透过市议员陈建明与多位里长协助，每年都会邀请上百位年长者到店内用餐，还送上民生物资，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，号召社会大众共同奉献爱心。台北大台北数位新闻郭正明。